民进党总统的初选进入到最后一个礼拜的阶段了。根据了解呢，为了催出绿军的热情，蔡英文阵营推动了唯一支持的策略之后，最近呢准备要打出最后的王牌，是谁呢？就是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要出马为蔡英文来压阵，不仅是要号召新世代出头天，而且要强化绿营群众对蔡英文的支持强度。面对的攻势呢，苏贞昌现在持续打的是团结牌，把目标是放在获得大家的支持，展现这个赢初选而且要赢大选的格局目标。